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，我不放心，所以才要买一台放心的车呀。你好，今天由我负责您的新车交付。快跟我妈妈说说，这台 Q4 e tron 有多好。阿姨，您要相信她的选择，因为她知道自己要什么。她对自己的热爱永远充满电量。家里的车你开走不行吗？你们有你们的喜欢，我有我的热爱。你女儿真的很崇拜你啊。我喜欢的她也很热爱，但现在我快成为她的粉丝。第三位车主你好，你是一个在梦想路上一往无前的人，每一次投入热爱，真诚而热烈。这辆来电的奥迪 Q4 e-tron 将陪你开启新的征程，让我们一起满电出发。每一台满电出发的 Q4 e-tron 都是让热爱来电的座驾。准备好了吗？